前，型男吴尊身着一身浅蓝色西服，搭配白色衬衫，惊喜现身上海，便以文莱皇家航空代言人的身份出席文莱航空上海巡展。在展览会上，吴尊不仅暖心地向现场嘉宾及粉丝介绍了自己的美丽家乡文莱，并暖心推荐了家乡的特色景点和美食。而在谈及文莱航空时，吴尊更是一脸笑容，称自己从小就坐文莱航空，如今能够成为其中一份子，并看到他的一步步成长，很高兴也很兴奋。此外，一向宠粉的吴尊更是在活动现场与粉丝们亲密互动，并亲自与现场小朋友一起手绘飞机航行涂鸦，寓意着享受一段开心旅程，可谓是暖心十足。不久前，吴尊通过微博上传儿子 Max 游泳的视频，视频中 Max 穿着泳衣，戴着泳镜，帅气的五官和奶声奶气的声音十分呆萌，站在水中抓着扶手，在爸爸吴尊的一再鼓励下游向对面，非常的勇敢，超棒的小男孩。此视频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感觉小朋友会游泳真的特别勇敢， Max 长大了， Max 好棒，不仅会游泳了，中文也好了很多。